颜值还是才华？一二三，颜才华。陈明艳还是孔侑？孔侑。电影还是打游戏？一二三，电影。酒还是茶？一二三，酒。我犹豫了，我想选酒，其实我想要想想喝茶。日本还是法国？一二三，日本。一到十选一个，一三二一五，你骗你骗，你可是听不出来，你刚才，你看到他没有？他没有倒数吗？我就没有讲了，你本来想讲的牌，你看你看你看，真的。麻辣还是甜食？三二一，麻辣。电影还是电视剧？三二一，电影。耶！作弊哦。咖啡还是茶？三二一，咖啡。一个我抓到了猪。睡觉关机还是开机？三二一，开机。看你这。南柱赫还是李东旭？三二一，南柱赫。你懂南柱赫是谁？其实我不懂。小威，你长裤还是短裤？三二一，长裤。为什么？你不穿个短裤啊？以前穿的，我背这段时间就穿。现在你就穿长裤了，所以是我不了解。那四个。语文还是数学？三二一，数学。我觉得这个都不可以，他都不可以。我蛮多 K 啊，我忘记，我讲不出来。五官还是身材？三二一，五官。裤子还是裙子？三二一，裤子。过山车还是摩天轮？三二一，过山车。都在国外没有，都在国外，都在国外啊！谁哦？对，新加坡一个，然后呢就不回来，我们再玩一次。哦，所以说默契大考验，对，还是有，我觉得还是可以，对不对？我就想 ，OK， 我们下个礼拜见，拜拜。